同学，请接着看。这个，第三句啊，摄诸菩萨所修愿行究竟之道。这个在前面我们举这个四弘誓愿啊，愿有了要行啊，愿意道行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都是这个方法修行正果的，可以说没有例外的。即使是在世间成就学问、成就道德、成就事业的，也莫不如是啊！啊，我们世间人讲立志，佛法讲发愿，发愿跟立志是一桩事情。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他能不能成就？确实，只在他了，有没有一个方向，有没有一个目标？啊，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他有方向，有目标，那我们肯定，他一定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最怕的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像船航行在大海里头，不知道方向，啊，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啊，没有目的地，漂泊在茫茫大海当中。什么成就都没有啊！世间人发愿，古代圣人教人啊，应该立什么样的志向呢？立不朽之事业啊，所以有三个原则：立功、立德、立功、立业。这三个原则，掌握到一个，你就成功了。啊，佛法里面也是给我们讲三个原则。求智慧，求福德了。佛法叫我们积累功德了，度众生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苦难众生里面最苦的是迷惑颠倒啊，迷而不觉，这个很苦啊。不要以为
哦，他这一生当中啊的人生有很崇高的地位啊，有很大的财富，那可没用处啊。这些东西在面前啊，佛眼睛里面看，那昙花一现啊。释迦牟尼佛得到了，不要了。你想想看，这什么意思？世间人要求的富贵帝王啊，佛是到手了，不要了。去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以他的大德大能做教学工作。我们从历史上细细观察明白了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第一等的大事，真正能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无过于教育。所以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了，师道啊，而不是以其他身份呢。其他身份有，三十二应身里头有，五十三参里头有，那是辅助的。主要的是教学，以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教学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教学的人显示出他的大德大能，清高物质生活享受是平民啊，不是富裕他的福德从什么地方观察呢？虽然清寒，他生活并不缺乏，那就是富足啊！这个富，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都是一样的说法：知足常乐啊。佛法里面，知足是富啊。所以示现成菩萨示现成佛，在未成佛之前。住斗率天，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知足你看看他示现的，他住在知足天我们华严经过去讲过这一段呢，知足天王好像有同修把这一段呢做成光碟单独流通我看到有这么一段知足天王知足常乐，知足是真富贵呀那么这些地方都是现身说法了，不仅是言教啊，他深教
做出来给我们看，然后你看他的表演，他的实现，确实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只要没有明心见性都是苦难众生。那这个苦难中的范围包括的很大了，包括到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天台四教里面讲的藏教佛、通教佛没见性呢华严宗里面讲的小教佛、实教佛都没见性呢都是属于苦难众生为这一切众生呢做种种示现呢目的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明心见性我们求学实在讲在这一生求学能不能有一点成就关键在学习的态度正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对于学道你是不是发了真心果然是真心想学道妄念自然就放下了我真心学道妄念没放下还有明文理呀还有贪嗔痴慢还有这个物质精神的享受你不是真心你心不在道心果然在道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就是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一心向道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的外缘统统放下了对于日常生活从来不起一个念头日中一时到外面徒步无论人家供养什么真诚欢喜那个一份供养不是白供施主供养这一波饭托钵的人要跟他说法了他有什么疑难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帮助他解决没有问题欢欢喜喜的时候为他祝福所以施主对出家人才不施这一波饭是财不施出家人对施主法不施彼此双方呢都在修布施供养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
菩萨实在讲也有给我们做示现。啊，过去我们讲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个经安世高翻译的。啊，讲经的时候，这照规矩，一定要把翻经的人做个简单介绍。啊，安世高是汉朝安息国的王太子。啊，跟释迦牟尼佛身份一样啊，他的父亲死了，他继承王位，好像只做了半年，他还做了半年国王，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他出家去了，学释迦牟尼佛，啊，出家修道，弘法利生。他跟中国的缘很深，以后到中国来了。在之前他曾经到中国来过两次，还命债呀！啊，是过去生中他误杀了两个人，啊，这两个人现在投身在中国，他找这两个人，也被这两个人误杀，这是示现的事，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不能说修行正果了啊就没有报应了，没这个道理。这正是百丈大师所讲的，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安世高不昧因果啊，来还两次命债啊，第三次只是到中国来弘法啊，从事于译经的工作啊，译经告一段落之后，他受人之托啊，也是前世一个老同参、老同学啊，现在他是洞庭湖的龙王，落在神道里面去了啊，这个神寿命呢到了，寿命到了他会堕落，他很苦，求他的老同参来为他超度，来帮助他啊，所以安世高特地到洞庭湖啊，这洞庭庙啊，去看这个龙王啊，这个龙王头一天托梦给庙里面的住持，告诉他明天有一位高僧啊到这个地方来，你要好好的招待啊，他是他前生的同学啊，要听他的话。他这个同学为什么会堕落到畜生道呢？去当龙王去了呢？前世两个人好朋友啊，安世高为我们介绍的，他这个同学明经好师，好法师啊，明经通达教理啊，又喜欢布施啊。啊，通大教理是修慧呀，喜欢布施是修福啊，有智慧有福报啊，为什么会堕落神报呢？就是托钵的时候，托到那个钵饭菜不好啊，心里很难过啊，我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为什么今天托的这个很难吃的东西，这一念心堕畜生道啊，换一句话说呢，他这个成慧的时候没有断干净，这是属于成慧里面的一分，
啊，心里不高兴了。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了，心里头不高兴。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想？如果也是这样的，他能够出生到当龙王，因为什么？他有福报，有智慧。我们没有福报，又没有智慧，啊，那我们要落出生道，恐怕是小鱼小虾米了，哪里能当龙王啊？这些都是事实真相，我们多了之后，寒毛直竖啊！想想自己的行业，啊，自己遇到境界时候是起什么念头？啊，再想想看的时候，他堕在畜生道，我们将来到哪一道？太可怕了！啊，李老师往年在世常常给我们讲，啊，念佛人，一万个念佛，真正能往生的两三个人啊。不要以为我们念佛将来都能往生呢，那是你的如意算盘。啊，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经看清楚。弥陀经上讲得很好，西方极乐世界什么人去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是不是上善？你要不是上善，你的佛念得再好去不了。为什么呢？到那个地方去，给那个地方的大众格格不入啊。他们人人是上善，我们的心情不善，你跟他们怎么能谈得来？怎么能合在一起？啊，所以经上你看看，经本一展开，佛教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到底善不善呢？啊，善有标准。标准是十善业，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用十善业给自己打分数，能打几分？啊，你一条一条去打，啊，每一条十分，你能打几分？然后加起来看看及格不及格。啊，不杀生你能打几分？不偷盗你能打几分？啊，不邪淫你能打几分？不妄语你能打几分？到最后不贪不嗔不痴，啊，自己很严肃地替自己打分数，啊，看看自己符不符合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功课啊！啊，这个分数要及格了，你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品位不高啊，啊，不过凡圣同居土也不错了，啊，下下品也不错了。你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受用啊，跟七地菩萨平等，皆是二位月智菩萨。二位月智是七地以上啊，
这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原因在此地。这是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在这一生能成就的，说老实话，只有净宗法门啊，只有往生净土这条路我们可能走得通。除这条路之外，哪一条路我们都走不通。为什么呢？没有能力断烦恼啊。啊，十善业道修成功了，那是人天福啊。啊，天到哪里呢？最高到忉利天，业魔都到不了。啊，忉利天、四王天、人间，这三层呐、啊。啊，十善业道啊，就在这三层啊，这里头上品、中品、下品。佛不骗人啊，决定没有妄语，没有欺语，经典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会看啊，你要求愿解如来真实意，千万不要把佛的意思错会了，错解了，那吃亏自己要负责任。从这个基础向上提升，提升的方法很多很多啊。对我们凡夫来说，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发大心大愿啊，我们见思烦恼断不掉，尘沙烦恼断不掉，无明烦恼断不掉，但是我们的大心大愿如果等同化身菩萨，哎，就这一个条件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啊，你要问啊，法师你怎么知道的？我从华严经上得到的讯息啊。华严经什么地方得到讯息呢？开经讲到这个经典的当机者，这个经典当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他们所住的是十宝庄严土啊，不是普通净土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说过，除化身菩萨是华严当机者之外，大行凡夫啊也是华严当机者。什么叫大行凡夫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读到的李长者给我们说的话，常信自他凡身一体啊。啊，常法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宏愿啊，真有这个心呢，有这个念头啊。要度跟佛一样啊，要帮助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虽然烦恼习气没断，这个大愿心不得了啊！用这种大愿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也能够生弥陀的十宝庄严土。人不能没有大愿啊！有了大愿怎么样呢？要有大行。运行呢、又大行呢、大行是真干呢、我这个愿不是假的，我的行尽心尽力，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功德圆满了。我们没有化身菩萨那样的神通广大啊，他们确确实实有能力帮助遍法界、虚空界的众生，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随类现身，随机说法。他真有能力兑现呢、这个愿兑现呢、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啊，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全心全力去帮助他。我们力量已经完全尽到了，这个行就圆满了啊！决定不能够分别啊！这个人给我是同门，这个同一个宗教的，我帮助他；那个跟我信仰不是一个，跟我不同宗教，我就不帮助他。这个跟我是同一族的，我帮助他；那个人跟我不同一族的，我不帮助他。你要有这样的分别执着，你是轮回心，不是菩提心。菩提心里头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你还有这些分别执着啊？你轮回心没有丢掉啊？你菩提心发不起来啊，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这里天天讲的发菩提心，菩提心实实在在发不出来。最严重的障碍还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没有把我忘掉，坏就坏在这个地方啊！什么时候真的把我所放下了？在一切时、一切处。没有我啊，只有众生啊，只有佛法了全心全力用一切的方法把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九法界众生呐，一心见愿，
愿真实，一愿道行，行正确，啊，正行啊，这个方向目标究竟之道，成佛之道，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菩萨的戒位，我们不说细的，啊，说大的，五个位次：摄心、摄住、摄行、摄地等觉，通通要学诸菩萨了。啊，幕后这一句，摄住如来转妙法轮种种言辞，这个都是包化光明腾举尘云里面所出的妙音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好，说转法轮，时当听习生发言故啊。大师注解里面用的文字很简单，但是意思很深。说转法轮，就是说佛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转法轮这一句里面有义教，有身教，种种言辞言教啊，身与意三业都是为众生啊。没为自己啊，自他不二啊，凡身一体啊。这些话常常听经的同学也听得耳熟，但是怎么样呢？没法子落实啊，自他确实是十二，是合不拢起来的。啊，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也不是我的。这就是轮回心呐，轮回之见，所以没有办法入佛境界。啊，佛这个境界听得很多了，听得耳熟了，自己也会说了，嘿，就是入不了境界。啊，这什么原因？说老实话，还是不够熟。啊，好像是熟了，像煮饭一样，好像是熟了，啊，尝一尝还是生米。果然熟透了啊，
这个念头就不生了。自他凡圣真的是一体了，啊，那就恭喜你，你入了佛境界，啊，恭喜你，你已经成佛了，啊，你还有这种妄想分别，你是凡夫，凡圣差别了，就在此地。那么这一句就简单介绍如来出世，八相成道啊，示现在这个世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妙音里面你看讲了这么多啊，这四句啊。再看下面经文，现如是等庄严之相，显示如来当初于世啊，这是瑞相啊，啊，我们中国人讲的预兆啊，啊，无比殊胜吉祥的预兆。凡是有这种预兆出现，一定有好事来临。啊，这个好事是无比殊胜的好事，佛要出现了。啊，如是等庄严之相。前面只不过是举几个例子来说，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举几个例子呢？前头一句总说了，一切庄严周遍清净，他有这一句总说，啊，说不尽呢庄严之事啊。所以这个经文里头如是指前面所举的例子，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说的啊，这些瑞相，这些好的预兆啊，无疑不是闲事，佛快要出现在这个世间了。我们再看幕后这一句，幕后这一句非常重要。其世界中，一切诸王，见此相故，善根成熟，谢欲见佛而来道场。这段话重要，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善根成熟。啊，你看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切诸王，啊，这个诸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国家领导人是国王，啊，像中国这一个省的领导人，省长，这是一个省之王。一个县县市长，他是这一个县之王，这个诸王是这个意思。啊，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那么现在工商业里面，
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大公司，他们经营的范围达到其他的国家地区，叫跨国公司，这个公司里面的负责人也是王。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一切诸王范围很广啊。凡是做一个领导人，有福德了，有智慧呀。没有福德，没有智慧呀，做不了大事业。做大事业最重要的是福慧要具足啊。这有智慧有福报，见到这个相他知道了，他见到这些瑞相他就吓到，一定有圣人出现于世，他有这个念头，有这种认识，那就是他的善根成熟，他知道这不是普通人出现在世间，一定是大圣大贤，这些诸王都希望自己能够遇到能够见到能够亲自向大圣大贤请益请教啊。他们聪明，知道这个因缘是稀有难逢，居然遇到了，你说他多么欢喜！那佛菩萨清楚啊，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机缘成熟了，非常乐意到这个地方来示现，来教学，成就众生。为什么呢？善根福德成熟的人越多，影响力越大。影响那些善根福德没成熟的人来做这个实现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这是我们理解的12000年。佛当年实现，跟佛学习的这些弟子们，在家出家，我们常常在大经上看到。10000人，20000多人，我们想想这20000多人的数字应当是可靠的，有这么多的人的成就，他这个影响力才能够达到12000年。在中国
孔老夫子，他有3000学生，有成就的人72个人。夫子之道能够传到现在2500年了，那么在这个时代，真正还要有人崇拜夫子，依夫子传下来的教诲，认真努力学习修行，这个夫子之道的影响呢，还要长远，不至于断绝。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学习了，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了，那夫子之道的道辞就要中断了。夫子之道在这个世间究竟能传多久？孔老夫子没说过。释迦牟尼佛是跟我们说过了，他老人家这个道在这个世间要传12000年，末法时期这个10000年，他讲得很清楚，净土成就。换一句话说，他所传的许许多多法门，也逐渐逐渐的消失了。怎么消失的？没人学了，这是真的。你看《大藏经》里面许许多多的经典，确确实实有很多经典在现在没人学习。没有人学习，这个科目就断了，就如同一个大学，它有许许多多的科系，但是。这个科系现在没有学生了，没有学生，这个科系就不开了，就关闭了。教科书资料有，在大藏经上有，没人学了。即使在中国，这个大乘宗派名字还有。你仔细再去观察了，修学的人没有了，天台。你遇到哪几个人在学天台？显首有几个人在学显首？有几个人在学法相唯识？有几个人在学三论？有几个人在学戒律？戒律在早年我们只听说弘一法师，弘一法师确实在戒律上用了功夫，但是他念佛往生的，难呐！我们眼看佛门许许多多法门都要中断了，禅宗还有个门庭在，几个人真的在参禅呢？几个人得定呢？几个人开悟呢？没有了，真的末法时期只有念佛法门了。所以夏莲居老居士
肯定不是普通人。啊，我感觉的，啊，是这样子猜想。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啊，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绝对不是普通人。啊，他来干什么呢？把《无量寿经》重新做个整理，末法九千年众生得度的依凭呢，就依靠这个凭藉这个这部经，啊，这个教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来做这个工作的，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来接棒，来弘扬。啊，这个也是难得的、稀有的因缘。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